张寿康，今天亮夜插翅难逃，平日作恶多端，老衲今日让你现行于此。啊，是你？怎么会是你呢，曾夫子？张寿康，难道是你？我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说，你为什么会在此地？张寿康到底在哪里？是啊，张寿康他呢？我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昨天晚上我正在就寝的时候，突然来了一个蒙面的黑影，点了我的穴道，要我替他办一件事情，否则的话我就没有命了。这个二位请想一想，我是一个文人，手无缚鸡之力，我要是不听他的，我就没有命了。所以，我只有听了。照你这么说，你是假冒张寿康，在此地欺骗王爷与老衲，是不是？我只知道在这儿等一个人，我并不知道是顶张寿康啊，要不然呢，再大的奇行我都不敢这样做的。哼，其实我也是被利用的了，这个我当时没有想到这一点，我只想保命，就没有想到这一层。这个那个蒙面黑影临走的时候啊，还交给我个锦囊啊。张寿康，华德元呐，你光走有什么用啊？想出什么办法来没有？我越想越觉得这个牛天君抠，啊！他来了之后啊，就处处给我们作对，现在门主又那么信任他，把我们给冷落一边去了。他也不想一想，当初不是我们呐，他哪有劲？嘘，哎呀，你讲话小声一点，万一被人听见了，禀报门主，那我们都要命都送掉喽。我跟你说，我们现在要对付他。因为牛天君来了之后，三番两次跟我们作对，我看呢，这小子是别具用心的。嗯，对。哎，我想，我们干脆就禀报给门主，就说牛天君这个人可疑。我们不是报了这个一箭之仇了吗？这不成！哎呀，你不知道。我们要是冒冒失失的去禀报门主啊，这个到时候可能会跟我们自己添麻烦哦。我听不懂你这话怎么讲啊？嘿，你要知道啊，这个牛天君现在在这儿立了大功啊，我们要是说他是奸细的话，这个无凭无据，万一门主要是问我们，我们用什么话来反驳他呢？那你，嘿嘿，我的意思，明的不成，咱们现在啊，跟他来个暗的。来个暗的。我告诉你，现在呀，我想一个人来对付他，如果这个人对付他呢，那就万无一失了。哦，我想起来了，拉夫杜王爷，你可真有一手啊！我跟你说啊，这个人马上就要到了。哎，拉夫杜王爷。找我有什么事啊？哎呦，我的古山主啊，
在城堡里边，你那么射草一走，我什么事也不管了。我们哥两个可害苦了。拉不住王爷，那是被逼的，没有办法。这王爷可别见怪哟。哎呀，哪里哪里，咱们都是自己好朋友嘛，这个过去的事也就算了。不过有一个人呢，很难缠。这个人到处啊在打听，这个到处的在找我们的漏洞。嗯，谁？告诉我，我先把他宰了。哎，吴三壮，这个人千万不能动他，他是我们当今门主的手下红人。哎，我管他什么红人黑人啊，我把他宰掉了再说。我想啊，门主念在我跟随的多年的份上，他也不会把我怎么样的。哎，对呀，哈哈，这句话呀，您说的一点也不假。你跟门主立下汗马功劳啊，门主要是发脾气，也不过是骂你几句也就算了，没什么大罪名的。再说呢，您是我们门主的左右背。拉不杜王爷，你太夸奖我了。启禀拉不杜王爷，刘将军到。快请。是。这个人就到了。杀他最好的时候了。吴三柱啊，现在就要瞧你的喽。那个明枪易躲，是暗箭难防啊。疼，看过来。二位请了。牛将军，有何见教啊？我是来打听打听，二位是否已经想出来对付段雍的政策？哦，这个，这个计策，我们两个想得出什么计策呢？这个，只有仰仗这个大将军你啦，牛大将军。依我看来嘛，这城堡已经让段雍给夺回去了。当初古豹不应该撤兵。城堡如果还在我们手中的话，这情况就不一样了。那牛将军呢？你说这个责任应该不应该让古豹来负？那是当然要他负。这按照汉人的规矩来说呀，这个临阵失策，不战而退，这是不是应该杀头呢？对。应该是杀无赦。牛将军，对，我就先宰了你。嘿，哦，现在总算我明白了，原来是你们两个设计陷害于我。我告诉你，我回去禀报门主，让你们吃不完兜着走。哼，糟了糟了，这事情真心坏了，我们赶快想办法溜啊！快走快走！这小子可真厉害呀！这他是禀报门主啊，我们俩就会没命的。哎，不动王爷，我们把值钱带了走，以防不时之需啊。对，一不做二不休。就这么办。哎，公主，往这个密谷的方向往哪边走啊？这出了密谷往哪儿走，我也说不上来。不过是船到桥头自然直，出去再做决定啊。走，慢点。压死了，压死了。果然不出门主所料，你们二位真的想卷款潜逃啊？门主，不错，门主知道你们图谋不轨，陷害我牛天君未果，就一定会畏罪企图卷款潜逃，陡然在盟主意料之中。我就这，牛将军，押起来，押到地牢去。是，牛将军，走，牛将军。
依你看，民团是否已经练得足够自卫？王爷，大家操练的都很卖力，你在下看，只要团结一致，心无二用，对付张寿康，仅那一般爪牙，足可发挥自卫的力量。启禀王爷，在下想带领四名兵勇，去救出王妃、天启及小平他们。不，本王认为这还是很危险。我看还是王爷，在下已经探得消息，罗三喜将王妃他们囚禁在荒野中的一个小木屋之中，而且只有三人把守，这是一个大好良机，在下想立刻行动。也好，如果果真如袁公子所说，那的确是个好机会，我们绝不能坐视良机。我看这样好，本王跟你率领十个兵勇一块前去，可好？不，王爷，此时城堡之中连连出使，而且城堡之中也不能无人坐镇，在下只要十名兵勇足够，而且人多反而会误事。再说，此去或许危险重重，万一中了陷阱，人少也比较容易脱困。王爷，城堡之内必须要有人坐镇指挥，万一张寿康乘虚而入，岂不坏事？这样也好，本王就同意你的决定。不过志平，你千万要多加小心才是。在下自当谨慎，在下告辞。王妃，你们都在里面吗？你们放心好了，我立刻救你们出来。袁公子，你小心，你中计了。这四周围埋伏的都是弓箭手，是罗三奇的诡计。阿弥陀佛，王爷，袁志平可否来过吃醋？大师，你找他有事吗？刚才老衲在天龙寺接到一个神秘人的分书事情，说是罗三奇把王妃以及公主还有袁继平三个人放在一个荒野的小木屋里，暗中设下陷阱，表面上只有三个人把守，确实有数十名的弓箭手在那里等待袁志平入境。糟了，袁志平刚才还带领四个兵勇前去迎接王妃他们。啊，王爷去了多久？大概半个多时辰。这您请留在此地，老衲这就去设法。爹，我要跟着天启公主，爹会带你离开这里。天启，带他们快走，我为你们断后。哎，不必多说了，快走。袁志平，现在你们一个也别再想逃了。咔咔，快走，快走，快快快！王妃。我们没努力弄这么多大功，啊，就如今落得这种下场，真是要这样，当初我们何必？哎，牛天君那个可恶的家伙，还有门主，太不讲道义。哎，华德元呐，据你看，他会怎么处置我们呢？这，拉不住。华大元，哎，公主叫我们。天津公主，你叫我们有事儿啊？你们两个为张寿康做那么多事情，如今落得这样的下场，
有没有想过这样做值得吗？这个，张寿康的野心是非常的明显的。即使他现在不想除掉你们，可是将来他还是会除掉你们。你们有没有想到过？这是为什么呢？这个道理是非常的明显。哎，我们给他立过大功啊。是啊。张寿康是利用你们为他做一些事情，以便早日达成他控制整个苗疆的野心罢了。一旦你们没有利用的价值，他就会把你们杀掉。就像目前张寿康利用牛天军一样，一旦牛天军没有利用的价值，他就把牛天军也杀掉。将来他的下场比你们还惨，有没有想到过？这个，公主，照你这么说，我们是被他利用了。这个张寿康实在太狠了，我们当初是受他利用，才丧心病狂的害我们自己的同胞。现在我们，你们两个不要后悔，只要你们声名大义，弃暗投明，一切都来得及。什么？弃暗投明？我告诉你们，此刻苗族上下正全民一心，团结一切的力量来对抗张寿康的阴谋。所以，只要你们是真心的投诚，跟我们苗族团结一致，那么没有人会怪你们的。真的？就听你的话，我们要戴罪立功。对，公主，我们以戴罪之身，把我们所有都献给苗疆。很好。那么我们现在就要设法赶快逃出去呀！逃出去？那我们怎么逃呢？我们两个人对这个密道比较熟悉，当然知道有密道。说不定这个大牢里面另外有密道啊。是啊。哎呀，你不说我这就都忘记了，有密道哎。哦，那我们找找看吧。走，快点走。你受的伤很重，不要说话。巴掌柜已经去找草药了。我知道，我已经没有希望了。娘，琪儿，娘有话跟你说。娘，我在这儿。你过去是太任性了。才会造成今天这种。娘，不要紧。王妃，你还是不要说话，好好休息休息。袁公子，天齐太任性，为了你，娘，
妻儿，爱情是不能勉强的。你为了一份不可能的情感情，娘，我知道我错了，我知道。妻儿，你要协助袁公子跟你姐姐为苗家努力，娘，才能弥补你的过失。我会照着你的话去做的，娘。袁公子，我娘。那就好。娘，娘。拉布多，什么时候才能走出这个密谷啊？快了，快了，过了那个弯儿，一出去就是旷野了。这好像很久没有用了，怎么到处都是蜘蛛啊？嗯，哎呦，这条密道啊，是张寿刚啊暗中召来这个做应变的用，万一有什么变故，就走这条路。哎，拉布多，还真想不到。这个密谷就当了我们脱身之地了。我们张寿康他都没想到。嗯，追，快追！快追！快追！哎，好像是洛杉矶的声音。嗯，是。快走！华大爷，袁呐，你待会儿洛杉矶要是追来的话，我们两个人挡住他，保护天津公主。天津公主，你先走，我跟拉布多断后。嗯，还是你们两个先逃，因为他们对这个密道了如指掌，对将来对抗张寿康之大计有莫大的帮助。洛杉矶他是不会伤害我的，等你们逃出去之后，再领兵来攻打张寿康的巢穴。快走，走，走！不，这我不要。公主，你不走，我也不要走。我不能单独走。我今天来的时候，我们两个分散力量逃开这个地方。走。往哪里逃？今天你们是恶贯满盈，死期到了。罗三姐，要杀要剐随便，可是不能碰天津公主。罗三姐，你要碰天津公主，就跟你拼了。哼哼，你们现在说这话已经太晚了，不用你们说，我也不会碰她的。罗三姐，你不要伤害他们，我跟你回密道去，你不要伤害他们。大公主，你不能再相信他们了。他们两个是恶贯满盈，罪有应得。我被他们骗的，被他们利用。要不是他们两个，苗疆不会有今天这种风波。不能再留他们了。罗三姐，我跟你拼了！罗三姐，你太残忍了！你怎么可以这样杀他呢？大公主，你快请起吧。你先跟我回密道去。不然的话，门主会生气的。来人！哎，走！他们不会迷道，不准碰他。是。走。
人死不能复生，你应该节哀才是。袁公子，我对不起。过去的事情就让它过去，不要再提它了。有一顿饭的事情使我彻底的毁了，要不是由于我的任性，你已经跟姐姐快快乐乐的生活在一起，也不会发生这么多的事情，使我娘惨死于荒野之地。天启，过去你是太任性了，可是这一切的过错并不能完全怪你，你能够及时醒悟还来得及。天琴现在还在他们的手里，生死不明。我看我们应该尽快赶回城堡，先把王妃安葬了，然后再跟王爷商量一个万全之计来对付张寿康他们。是我不好，才是姐姐受苦。我不是说过了吗？过去的事情就不要再提了。我不怕，你为什么要哭呢？你不要伤心嘛，我替你擦眼泪。天启，这段日子多亏你照顾季平了。我很喜欢他，唯一当他是我。我是说，我一直当他是我的小侄子呀。季平很可爱，我相信你。我姐姐会很照顾他。天启，我已经决定，由于我的任性无知，破坏了你跟姐姐。我现在决定要到密谷去找罗三清，设法救出姐姐。我衷心的祝福你跟姐姐能够百年好合，早见。你要到密谷去？我已经决定，你也不需要阻拦。不行，这太危险了，我不能让你贸然前往。我们还是赶快回城堡去，再从长计议。我祝福你跟姐姐，你放心，我会把姐姐安然无恙的交给你。天启，天启，你不能去。你立了大功一件，干得好啊！门主过奖。现在段天琴在地牢，是不是？是的，门主。好，罗三琴，本座决定给你一份奖赏。多谢门主。启禀门主，不知道门主想要奖赏罗勇是什么？罗三奇，你是不是很喜欢段天琴？启禀门主，我。罗三奇。如果我把段天琴赏给你，你要不要？多谢门主。可是。可是什么？门主，段天琴他。怕他不肯，是吗？门主明鉴。启禀门主。依在下看，此时此刻不适合将段天琴先许给罗勇士。好，
因为我们现在还以段天琴为饵，要引诱段雍等人到此来营救他，我们能将他一网打尽。万一段天琴临死不救的话，恐怕会有三长两短。嗯，姚天君说的也有道理。 门主，罗三奇，刚才牛天君说的也都是事实，所以目前暂时不要打段天琴的主意。一旦事成之后，段天琴还不是你的吗？啊？ 属下遵命。看来此地已不是久留之所，时机已经成熟，我应该想个法子逃离此地才怎么？牛天君在。第一路密使是启禀门主，在下打算连夜赶上城堡。 将第一路密使亲自带回来，交予门主。不过，不过什么？当初我们所谈的条件。哈，牛天君，你放心好了，本座一向是一言九鼎。 你可以放心的去办事，只要把第一路密使交给我，其他的一切问题和条件。好，只要有门主这句话，我牛天君就放心了。在下打算今夜就赶出密谷。 明日黄昏，将第一路密使亲自交予门主，请门主处置。哼，可恶的牛天君！ 天琴早就是我的了，这次如果牛天君回来，我一定要设法把他干掉。罗三奇，让我先来利用你，再把你给杀了。哼，天琴。 怎么回事你？怎么了？你不是在小木屋吗？袁志平带人把我们给救了，我不愿回城堡去，所以我就到这儿来找你。找我？是啊，而且我还给你带来一个消息。什么消息？ 袁志平已经答应跟我成婚了。真的？当然是真的。这下你跟天晴的婚事就再也不会有人阻拦了。嗯。不过有个条件。好。还有什么条件？ 杀我，否则天晴还是不会嫁给你。如果你把张寿康杀了，将功折罪，天晴一定会很感激你。到了那个时候，他一定不会拒绝你的婚事。再说，你只要杀了他，戴罪立功，我不但会帮你的忙，我还可以跟华达园拉布都商量。 让他们也帮你说好话。
这不是很容易吗？可是，拉布多花大园他们两个都已经死了。死了？怎么死的？他们要跟天琴公主从地道里面逃走。那个时候，门主正好下令，叫我到地牢里头去提他们两个上来。正好被我碰到，我就把他们两个给杀了。 那我姐姐呢？天琴，现在有专人看守着。你到底还想不想跟我姐姐成婚呢？明天黄昏以前，我给你一个确定的答复。好，迟了你可别后悔一辈子。 此可能，八长官，冲冲来此，有何贵干？张寿康的，张寿康，让他给跑。曾风使收了他的利用，手上有一个锦囊，我们发现是中了他的计。曾风使，糟了，中了张寿康的诡计。 的锦囊真可以说是妙计高招。哎，啊，他怎么会说话呢？你到底是谁？我是谁？我是谁？你们不知道。八掌柜到底是什么身份？为什么他又能开口说话呢？天琪身闯秘府。 他会救得出天琴来吗？请继续收看《金石情绪》。